色，一个是浅灰，啊，一个是我身上的黑色。这个很可爱哦，它后面是有帽子的，前面这里是做排扣，它扣子都是可以开的，就这样子可以开。下摆它是做一个那个松紧，然后有抽绳，因为这里有一个口袋是真的，它这里是没有做低扣的，所以这里会有呈现一个 V 领的样子，可以修饰你的脸型。裤子腰松紧的裤子，这件到 2L 是没问题的，而且它松紧是有车线的哦，不管是做那种缩口的那一种，有松紧的。上衣比较偏短版一点点，所以它会在我的肚脐位置左右。扣子的部分呢、啊，我穿其实不会到非常爆扣。领子的部分，它这样子会呈现一个 V 领。那你如果觉得说会怕露的话，会建议说穿一个小可爱的部分，我穿都还有空间，手都还可以进去的。长度的话，我觉得它会刚好落在我的脚踝，它比较属于比较没有那么长，然后两侧是有口袋的，算蛮大的，因为穿起来蛮显瘦的。